那个阿什么杯的跳出来。字母分数不在游乐园吃保重提示啊？为什么说什么分数不足？我们再挑战一次刚刚那一关，将。哇，10点了哎，结果完全没有抽到。好啦，等下准备宽台了。感觉这关攻略还是就是要急耶。你要么就过去一点啊，拜托，要过去一点点。再来是打这里，哦，这里，拜托，可以，然后这里。推 combo，推 combo，再来一次，这里，好啦，我认了，刚好像被烫到一样的叫声。来到乐高啦！啊，就是玩一玩，时间怎么莫名其妙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他就像没有呼吸了。时间，清醒啊，时间。哦，如果不知道中间那个很像米奇的镜子是什么的话，它就是在一个范围内。你如果用像这只臭鼬碰到它，这个范，它有一个圈圈范围内，圈圈范围内的臭鼬会全部消掉。好用哦。是后期关卡的东西，比如说像这样子，白痴！撞死你！没了啦，浪费。好啦，关台喽。等下不对，我还是把一些票花一花好了。我们来抽，我看到杰克在上沙滩排球。要爆他了！他在玩沙滩排球。等下，还没，等我。干死臭鼬就是你！我看看可不可以到32哦。我封测的时候有到32过，问他极限了。白痴哦，都黑着干嘛啦？找死哦！锤信你，好，这是凡凡可爱零食，这个刚刚说什么三的？闭嘴，闭 嘴。麦昆都快96等了，玩玩具，
国中有参加运动校队吗？没有，我是蛮喜欢运动啊。国高中以前蛮喜欢动，可是出社会之后懒得动了。可是就是喜欢打羽毛球啊、桌球那些，就是不喜欢打那种太长的那种篮球什么的就不行，没办法。而且我体格也不适合校队啊，太瘦了。太瘦弱了。有滑到我的荧幕下面都有一层垢哎，天啊！玩到出手汗，田径不行，我跑步没那么快，没有那么厉害。你看这些就是很乖，标题都有打兔崽子、兔窝之类的，可是没有在兔窝的，如果你打兔崽子的话，被我发现我还是照样删掉啊。20小时还可以，他说有没有24小时的？16、16、16，打零下啦。好，我们来玩浪费吧。慢慢玩，今天赚了10万，什么 GTA 啊？我今天赚了55万吧。哎，怎么刷钱呢？就这样子进去，然后很厌世的乱扔，很乱扔。比如说，你看啊，打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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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再射一射啊，那还有这边也射一射啊。然后有技能也不要开啊，是这样子。你们厉害，随便乱射技能还没有满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反正你票够多就可以这样玩啊。反正你这样子一定还可以再射一发，是这样子。我们把这5张票花完再关台吧。啊，等一下，这个组合的分数有点高，你看我破1000欸。可是我不想要了，变的啦，变的啦。安记得太瘦似乎是身体内分泌，不是失调，是肠胃出问题，吸收不了，吸收不到养分。像我就真的是胃不好啊。然后兔子就是刚刚稍早跟我讲说。他的老师就是出了问题，啾啾，你8000了欸，哇，不是8000，800万了欸。我们前天还在抱怨说都没好角色什么的，还不错啊，8000了欸，啊800嘞，我操，行还行，啾啾你很棒，不愧是处女座好朋友。冲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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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知道啊，可是会不会练肌肉练到之后画画不好画？那个肌肉，什么胸肌啊，跟我的手互撞到啊，害我画个弧度画不起来啊！哇，这真的是我一直抽到他等级起来的耶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抽普通的球哎。我是抽普通的球，抽到 S 哎、欸，哇！我的天哪！对啊，白色球抽到贝尔欸，你敢信哦？我的妈呀！对啊，0.05吧，我记得那时候九口说是0.05的几率。哇塞！所以不要灰心，都不要重置它，搞不好你那颗牌球就是 S 卡欸。有没有？你们就不要把，就是转蛋，就不要把它消掉吧，搞不好背面就在里面了。靠，欧的非洲人，我就只有欧在这里而已啊！来来，抽起来。买乐透不行啦，已经运气用完了，买乐透没用了啦。完了，票花完了。繁星练的也太壮了吧！练什么？要练什么？我没有要练。我前阵子有在练腹肌啦，可是之后就是又忘记开始练了。因为健身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。你当你一天开始没有做，你就会开始偷懒不去练身体。飞到一堆球打不中哦。我那三颗彩球已经从昨天，买那么多分数，我已经从昨天就是那个 S 球抓完刷到现在的残留物。不对，他这三颗彩球是下午打到的，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在 GTA 打到了。又没关系，兔子觉得我可以，我的身材可以就好了啊。只是他希望我多运动，没有叫我说一定要练出肌肉而已啊。别看我这样，我还是抱得起女生的哦。开始教。两个小时，我看一下哦，12:30，好，12:30跟好友要票喽，啊，算了吧，把这个也领一领。我还想说可不可以实抽，想想，好像不太行呢，剩20小时，不是啊，就是你们，这里，4小时。哎呦！啊，白痴哦！没事，淋过头而已，再加开一下下，我再把票。重点抱得了女生，抱得了啊，就公主抱啊。
哎、欸，我觉得那三颗彩球已经快接近了、欸，他们刚刚已经慢悄悄的接近中了、欸。那、啊、我要练一下这只，开始。你爆65的有点吃力，我跟你讲，哦，不要讲好了，讲出来有人会难过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啊，这样讲好了，我以前做过冷气空调的学徒，那一个冷气的室外机多重？起码70公斤以上，所以我是可以抱得动70公斤以上的人。而且之前做美联社也要扛米袋啊，有的没的，一个米袋都是30公斤以上，而且重点是米袋，它的重心不会集中在中间，你抱中间的话，重心会往两边跑，所以常常觉得扛米袋就真的是在公主抱，很好玩。那你大概抱个1分钟，你就开始觉得手很抖了。你找钱给客人的时候，都会开始一直狂抖。你有看菜渣的影片就知道啦、啊，那个平衡的东西，就大概那种感觉，手会一直狂抖。抱那些比抱人轻松，没有哦。哎、欸，打一下，小气鬼！哇，你也五了、欸，恭喜你！为什么狙？哎、欸，最后一张，好啦，准备关台喽。欧北乱端，欧北乱端。结果今天没有打到彩球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大家。感觉我以后开台都用平板就好了、欸，不用手机了。诶、欸，那我录影也可以用这个啊？我以为打到上面了嘞，吓死！好啦，那就这样子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订阅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没关系，有看你破纪录，什么破纪录？哦，好啦，拜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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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